方呢，这个水下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慢慢的去切一个缝，好、哦，切一个缝，切一个缝的时候，这整座山哦，从上面那个缝隙哦，然后它就水就开始往那个缝隙开始往下切，它不是慢慢的掏下去的，它这个水下去的时候，真的是四两拨千斤哦，它把这个山头上面的这个地方去切出一个细缝，切出一个细缝之后，这些水就灌到这个细缝里面，灌到这个细缝里面，这个水就进入到我们讲的叫做浮流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进去之后呢，哦，这个水就进入到细缝里面，然后就在下面开始掏刷，然后你看到的这右边整个就滑下去，而且这个崩塌的面积非常的大。好、哦，这滑下去呢，这下面是阿里山溪，下面叫做来吉部落。那有听过说哈、哦，当时在八八水灾的时候，来吉部落哈、哦、跟外界整个隔绝。